我们敌人呢？你就我们再多丢两个人而已。救命！天哪！然后拿只对只有两个，个人，人。再加一个吗？没有了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应该没什你，是么真的口真交的学好的吧？想没有你，啊，不是因为假这装次的多好东想西不你。多。感谢新兔崽子订阅。你是哪？你有没有哪边不懂？因为我们之前玩过，可以跟你讲。感觉是可以，我只是觉得这次第一次好像是恶意的开始啊。恶意，没有，这次主要新增就鱼姑惩罚跟渡鱼，还有那我也在，个，刚刚也在想，随还有鱼姑机，惩罚，不是惩罚，嗯，会不会有那个倒霉到就是可能在对战的时候挖到一颗，然后就拔，会啊，会会，没有，他不会准在你的啊？面前显示你已经挖几颗那个石头，你那就是，的快捷栏上面会显示，嗯，经验条爱心那上面会我显在示想，有多时候少。这种不得不挖的时刻在搞，到底要不要锤下去？你就只能锤了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只是在对锤的啊，时候是要把稿子扔地上，有没有？那 可是还是会吃到效果，嗯，你就留一个石镐在身上挖就好。中心点没有中心点会是随机，看嗯脸的，嗯嗯嗯嗯，而且现在不用记了，它会自己显示在上面。对啊，啊，我直那接这移个，除了啦，可恶！挑衣服，没有，直接把打字不雅的，哎、欸。为什么我我们这里直站了一个接墩墩？砍哦，走了，掉了。没，我直接，我就要一个人，他就来了。哎，没10分钟，对不对？没前10分钟哈。没都有，没有。开场就可以打架了。还是要没去有，当那主就播要体吗？验一下新版嘛。不用啊，我让别人当主播。Go go 就 go，Go，Go，Go，行啊。Go，hello。10秒，赶快打字。四、三，两个法师 哎呀，，Go，哎下呀，去吓死我！喽！这里，哎，不是那个坐标也太大字了吧？是吧？五，好挡路哦！哎，我们在还好很啦，我还在好啦，很中心附近哎，太上面了啦，那个字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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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我真的不好做是假的假的哦，好好，OK。想你。6个月，还没有岩浆哎，等一下再烧，感我谢续怕会不会烧订，过感来谢续订，感谢续订。啊？继续定。有看到挖石头数量吗？有有啊，啊。然后最零。上你的画面，等下最上面会有那个缩边界，它会说这边什么安全，这边不安全之类的。然后，嗯，反正一我们的智商应该看得懂。你在暗示说有谁看不懂吗？我不知道，有人就会把红色看成。红灯看成绿灯往前冲之类的啊，这就不好说真了。的。有没有人去挖石头啦？还没，我在挖木还没。头。哇塞，两个勇者，看会不会第一颗就中毒鱼？哎，然后就拜拜了。我那时候真的是挖几颗就直接中。这是五，0.5还是五啊？0.5。零五点太五，恐好怖想了你，啦！好想你，动不动就渡鱼好了。对想你，好啊，想乍看起来很你，少，其是实是真的真的好很不得想了的，是不你，是？不是假的假的好有点饿想死吧？你，一年了波浪我想挖到符，肚鱼了。感谢空空，你是空空吗？空白，预定。谁去定？要谁看是人这呢、里？欸，所以我没有在挖。会不会在法师后面挖出一只渡鱼每呢？挖一只都会怕欸，真的会怕啊！我好久没有挖石，连挖个石头都会担心啊。哎，我的石头呢？
会不会被我吸走了？我的石头，石头，等一下，我这边好多石头，我给你，给你啊，喷到工作台。然后我又自己挖了三颗。行，我真的都要挖很高的，有没有让杜宇上不来那种高度？就是一路往下，没事的再往再走。哎、欸，对，那我那天怎么敢那个直接垂直往下挖？天哪、啊！哇，那被杜宇困住就死定了。真的，我那天在想什么？先找些哦，没事，自己人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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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。想去找甘蔗。哦，对，我中。哎、欸，蜘蛛身。甘蔗，甘蔗。啊，对，石头忘记了，算了，待会再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谁把工作台放地上？工作台，我原本工作台没有收，还在吗？我没有收啊，我才放在那边啊。我就迷路了。我看到甘蔗了，看到甘蔗了，呜呼！这是哪里啊？哎、欸，那个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牛牛牛，我去找牛。我看到甘蔗，耶嘿，甘蔗收好了。对岸，我游到对岸去。嗯、有，我看到了，我刚刚看对岸也有牛。这水太浅，游不动。你会游泳吗？会啊，嗯，我不会，会啊、我说现实，不会，还真不会了，我也真不会呢。我觉得那种会飘起来，一定是那种身体构造不太一样吧。哇、哦，这里好多鸟。嗯，你想想，一个水，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起来？那没道理啊，真的没道理，没道理啊，才一个铁。等等。好了，我这里有皮革，也有甘蔗，我要回去了。好，不动。弟弟，弟弟，哦，看到你了。回去是回去了，人呢？看错人了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我看到一个名字。好，我跟我在一起了。嗯，另外一个我。杰瑞，杰瑞，我看到杰瑞了。在哪里？哪里？我前面。你在哪里？我前面还是我前面？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要去弄他吗？要吗？来啊！我就跟着你走了。哪边？底下吗？这边那个方向。对岸吗？没有，他就直接从左山过来。哒哒。嗯，在哪里啊？水鬼不确定，有可能。小心哦！看到了，看到人，看到人了。我还没看到。眼睛也。这下面有人，这下面有人跳，有人跳。有心，有经验，有人在挖。下面鬼鬼鬼鬼鬼鬼。人家的死，人家的月份啊！盯着外面。不打，不打。哦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我退。换过来。有。瞬间结束。鬼月。鬼月。好，我们该去想办法好休息一下，弄苹果喽。哈哈哈哈哈！的血量，哦，怎么少这么多？我看到杰瑞，完了，我刚整个耍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继续往下挖、哦。好，我挖，你们继续。多弄一些苹果。那我铁先给你们好了。嗯，聪明，还打着我。哦，还好刚没有拿。嗯，没有，我是怕外面还有人。没了啦，没了，附近没有了。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。我不知道他们全部都在下面，我就在外面。嗯，等一下了。哦，可惜没有那个金头颅。嗯，有金头颅，你血就回来了。过分了。金头颅就是很像金苹果，可是它是不用咬，它是点一下就直接吃了。嗯嗯。阿纪，准血。哦！怎么了？哇！嗨。嗨。我早讲了，半星，好像不适合。半滴血我忘记了。好啦，那下面有一个铁，你们加油。报应来了。
我的亲戚到现在还在那个、欸。我来了。在这边渡鱼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真的，你怎么发现你的渡鱼的运气用到现在、啊？我觉得哈基也是有挖到渡鱼啊。我觉得有可能，我觉得现在有扣一滴血，如果没遇到人，就是遇到渡鱼。对，哎、欸，喵哈，跟法师遇到了。哎、欸，遇到了。对对对，哦、喵哈。哦，哎、欸，其实很近哎、欸，你要其实很近。我们刚刚有看到瑶那一队，然后现在有看到那个你们那一队、嗯，还有巧克力那一队。因为我刚刚就看到工作台，我想说奇怪，是我们队友的吗？对，因为哦，哎、欸，法师在上面，哎、欸，法师下去，法师下去，法师下去。可是哲平在旁边哎、欸，哲平被包了，他被包了。哎、欸，看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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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半滴血挖到渡鱼，我刚刚还在想哦，法师是跑掉了。法师下去啦、啊！哦，你们有没有吓到啊？有，超吓死！有，我刚一看到那个允月的头，我就想说完了。然后你率先冲下来，我就糟糕了。然后我就好像看到，应该是米菲有探头，我就看哦，你那边有洞，那边有洞，过去看。哦，因为我们米菲刚刚在洞口挖铁、啊嗯，对啊，没他没有冲下来。啊，巧克力正在受伤，巧克力正在受伤，渡鱼吗？哎、哦欸，很痛很痛，应该是哦，欸、应该是渡鱼哦。嗨，不好意思，鬼月。哦，哎、欸，他被射，被哭空射。哦，他这里怪超多的、欸。哇，巧克力好危险哦！渡鱼好烦哦！挖了吧，巧克力不是0.5%吗？你们运气怎么那么好？我上次就只是玩个欢乐赛，挖不到100石头就挖到3只啊！哪个是发光？我找一下。巧克力有点惨哎、欸，那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？他可能就是他想要自己先下来探吧。嗯，哦，对啊，哇，他突然遇到，感谢小起点。有点惨，巧克力最近这几阶都是低血量开局。哇，附近有河，有海豚。巧克力后面有海豚。哇，有海豚，海豚哪里有海豚、嗯？巧克力后面，我要附身在他身上。有宝藏，好像没看到宝藏哎、欸。你说海底吗、哦？对啊，这次海底好像没有。好像没有。对，你没有。而且也没看到沉船，对不对？没有。看到遗迹跟沉船。对呢。都没有哎、欸，等下一届吧。甲骨，哇，你跳了一下、欸，古力怕来了。巧克力吗？真的假的？古力怕，快点看着他，快点快点看他。古力怕，赶快做事哦。古力怕上啊，别怕了，上、啊。不过巧克力现在很危险，因为他现在再挖再挖，最好挖到渡鱼，再挖再挖。好坏。巧克力现在挖到渡鱼，如果渡鱼没进去，他一定爆啊，因为他现在好像没有盾牌。对啊。哦，早知道刚刚先烧了，可恶可恶可恶！我想跟他说、欸，哎，巧克力后外面有一颗木头被他遗忘在那里，要去捡吗？要不要去捡一下？可以捡一下啊！要不要捡一下那颗木头、啊？那木头哦，好吸引人哦！真的，哦，这三真的是四队挤一个地方，好挤哦！对啊，为什么我们刚刚四队啊这么挤啊？我有看到瑶他们。然后有看到你们队伍，你们我是最后一个看到，因为我跟你互相看到、哦。然后鬼鬼看到巧克力，显示设定，按键设定，发光是哪一个？泽平、喵哈他们也都有变换屏幕。对、啊、哦，对，还有泽平。标志王 CR 吗？哇，五队都有看到哎、欸，应该是绕一绕就看到。完成，干嘛？哦呦，有了有了，找到标志玩家，我拿我的卡件，来卡件。选项按键设定，对，在倒数，它是什么显示框框玩家之类的、那個，显示玩家旁观者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、欸、喵哈受伤，喵哈喵哈受伤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按没反应？天啊，我是没有数，嗯，有啊有啊，他们分隔好远啊，他们中间分隔一个峡谷。为什么团团不在啊？团团不在哪里？那个、啊、就小雨他们的旁边啊。他喜欢你看小雨的。好，哎、欸，又是在渡鱼吗？太多了吧。团团，等一下。团哦，团团。